毕业季来临，以潜水进行毕业典礼超过十年的绿岛公馆国校，今年呢有11名的毕业生潜水到海底领取海底毕业证书及开放水域合格潜水员的证照，象征着前进未来，迈向人生的新阶段。绿岛公馆国小毕业生搭船出海，一个个着装潜入海中，参加校方在海中举办的毕业典礼。我很感谢学校举办了这么有趣的活动，让我大开眼界，原来海洋那么美。以潜水进行毕业典礼超过十年的公馆国小，今年也不例外。11位毕业生潜水到海底领取毕业证书及开放水域合格潜水员证，一同前进未来，挥别国小时光。公馆国小的孩子透过一系列的水域课程，能够对家乡的爱护、环境的保护跟水域技能的养成，能够有非常丰富的学习经验。校方也希望孩子长大后都能成为绿岛产业的生力军，持续爱护绿岛的自然环境。记者潘俊伟，绿岛乡报道。